Yo, what's up,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铃铛，我是嘉庆，手里手里来。Jasmine， 好久不见。你好久不见。好，今天呢，这个影片我是被逼营业被逼拍的啦，因为有那边一直念一直念，哇，每次去吃美食食物介绍没有带我一起去吃啊，只带 Yugi 小羊去吃啊。OK 啊，OK， 我们讲回重点啦，今天呢，我带你去吃一个很特别的东西。OK， 你看我 OK， 那姐姐不懂这样，你要讲什么？啊，什么东西哦？你要这样子给点反应这样。就是要带你去体验山洞里面吃美食。山洞。啊，确定，重点是哦，是吃西餐的 ，OK 啦，所以我们现在废话不要讲多，因为我现在车停在旁边，这样子开场有点排斥啦，你看着我们傻傻这样，我们现在准备要去那个，不山洞，去那个特别的山洞啊，不是山洞啊，去那个地方体验一下啦 ，Let's go， 啊，现在已经来到这个 The Cave， 哇，跟我想象。对，是不是你开关了？我忘记了。The cave， 哇，它整个就是有点不一样。走走走，我给你们看里面的环境。哇，所以这里面是可以进的嘛？感动哎。哦，走，里面应该是比设法吧。我找外面找一个很美的地方。哇，那边，你看这边很冷的，那地方。哇，刚这边。哇 ，Thank you， 给掉。哇，跟你讲，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料，怎么了？你看，隆重按摩啊，看无。看无，外观。他叫什么？他有叫一个鸡扒意大利面，还有一个意大利面，虾的意大利面。对，我们就来试试看一下的东西。我们在玩的魔术棒嘛，怎么样子来钓？你看，来，一二四。啊！哈哈。不过这早餐有没有成功啊？哇，看到吗？鸡扒意大利面，虾的意大利面。OK， 来吃。等一下，我拍，谢谢呗。电话要先吃，懂吗？来了，来了。好像那种阿拉丁神的脸。OK， 你来吃。OK， 来，我要先吃看他的意大利面先。意大利面很多那种蒜头是吗？蒜香还是蒜头啊？很大份一下嘞。好吃哎，意大利面很香哎。哇，是哦，试试看它鸡肉，我们先吃原味的先。来，你先吃，没事，你先出来，先吃原味的。哎，真的好吃。那，真的。OK， 来，再吃，给你试看点这个黑胡椒酱，不会吃太辣哦，点一点。可能是因为不是辣，我觉得原味很香。真的吗？原味比较香。看它有没有鲜虾，我们也试看看。它原味真的比较香。哇，有那种烤的味道哎。对，好像那种烧烤，带点那种，带点那种有点浓这样的味道，就是那种烧烤一定要有的味道。有人不会吃黑胡椒。哦。Nice， 好吃。这意大利面我不知道你们讲转的。我来这边。哇，不是。你看我这里面有点辣。嗯。很属于那边辣的感觉。它这个辣椒粉呢？真的，你辣的，你要换吗？要换了。假厉害啊，叫那种辣的自己不会吃的。来，你也写啊，这样子还讲我妈辣了。
麻辣的味道也是很香哎，这是你吃的吗？这个其实。啊，背部也吃东西，放进嘴巴里面，那香水味的。我可以帮你一下。不要。要玩点嘛。好了，吃了，我们这种拍介绍我们跟 Yuki 不一样的 Yuki 是很快不是你看啊他模仿 Yuki 啊哎这个是啊介绍完了来我们试试好了然后他吃到那种美食的食物哇好吃哎真的很不错然后一下子就出来了。Yuki 这东西很快的，我跟你讲，你不用怕跟他吃饭赶时间的。就上网哦，你看他们写，这里的分量蛮大份的，是真的大份的。这个刚刚好哎，我觉得不是刚刚好哦。啊？这种等一下又要吃露露啊？喂，没有啊、哦。露露一拿那种吃多汁啊，我跟你讲，所以我这么会变到这样肥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拿吃多汁呢，就不要吃了。所以我是拿给他吃的。pam 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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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m更有那种感觉了嘛？去山洞嘛，你要应景嘛，不然就真的是坐在里面吹风吃嘛。人家在那边吃哦，自然风哦，吹那种自然风，然后看那种树叶吃，哇！啊，吃不够呢，这边还有辣椒，你看。啊？哎，那家不是辣椒了？讲笑话啊？对，我听效果。OK 啦，所以今天美食食物介绍就到这里了啦。然后呢，我们请。下次吃美食记得带我来。OK OK 会的。然后今天满意吗？今天带你吃的美食山洞美食，满意啊！啊，吃了山洞美食，我们就变成山洞四脚蛇，有啦。OK 啦，所以你们喜欢我这种又是尖介绍美食食物的话呢，还有这个沙婆在的话呢，就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有分享，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G。OK， 讲一下话呢，好吃。妈，这样子好吃啊！走了，走回来了，别管他吃路，我一巴给你啊！走，你吃。哎，拜拜。